伊朗再次发生误击事件，为何会带火中国导弹？外媒报几乎同时期岸边也发生了一起诡异的事，究竟怎么回事？继今年1月伊朗防空导弹误击客机后，才过4个月，伊朗军队再次发生了34人死亡的乌龙事件。而在这次误击事故发生的同时，由外媒曝光，其岸边也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究竟怎么回事？据美联社网站报道，据介绍，这次伊朗海军在阿曼湾演习是为了用贾马兰号护卫舰测试新型努尔反舰导弹，但却无意中击中了科纳尔克号巡洋舰。这次事故已经导致19死15伤。从视频来看，诺尔反舰导弹打得还是非常精准的，一发直接命中了科纳尔克号的上层建筑，舰桥和甲板建筑被完全摧毁。这艘船在被击中几个小时后便沉没了。不过诺尔反舰导弹是逆向中国的 C-802 反舰导弹，这也无意中带火了中国的反舰导弹。话说回来，为何伊朗反舰导弹会痛击友军呢？专家表示，诺尔导弹采用的是雷达末端制导方式，而大部分反舰导弹都不会装备敌我识别系统，它通过程序制导发射到目标区后，雷达导引头开机，基本上是寻找雷达反射面积最大的目标攻击，谁反射信号大那就打谁，这也正是干扰雷达制导导弹的基本原理。当时科纳拉克号用于拖曳和布设靶标，但还没有离开靶区，伽马兰驱逐舰发射的导弹把其当成最理想的目标，这和导弹的性能没有很大关系，所以外部的因素占主要部分。蹊跷的是，在伊朗误击事件的同时，伊朗港口发生一件极为巧合的事。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常务理事穆罕默德·拉斯塔德在伊朗新闻采访中承认，距离演习地点非常近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港口都遭受了猛烈的网络攻击。他进一步指出，早在去年12月就发生了3起大型网络攻击事件，在去年整年，伊朗国家网络安全墙已击退3300万次网络攻击。对于几乎同时发生的2起巧合事件，以色列媒体认为击沉自家军舰的事故应该是有规划的网络攻击的一部分。不过俄罗斯专家瓦西里·丹迪金指出，伊朗很可能是因为舰船袭击系统和演习管理中的故障，不过下次就不一定了，它显示了能击沉美国军舰的能力。